这个怀让，怀让禅师啊，金州杜氏池也，池月啊，嵩山呢啊，安国师，就是哦啊，去呢拜这个惠安国师啊，他跟一个坦然两个人啊去，去拜这个惠安国师，然后呢，这个坦然就问惠安国师，什么是祖师的西来意呀、啊？然后惠安国师跟他说，何不问啊自己意？他说什么是自己意？自己的意呀、啊，不要去问那个祖师的西来意。他跟他讲他的那个、啊、就是命。我们那个佛性里面那个秘密，那个秘密的所在。所以这个坦然还可以就是在那个惠安国师那边啊，这个学习。可是那个怀让禅师他就机缘不契合了，因为坦然他有办法接受那个惠安国师那个教导方法，那个呢怀让没办法接受，惠安国师呢就这个要这个怀让禅师去呢抄袭去拜六祖。